哇，不会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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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远，完了，我们坐电梯要到，这什么呀？哟，这又是什么？我偷偷的开门，他来了，我钻，好，门没办法锁住，哦，这。Hello， 大家好，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前有一款很火的潜入式的恐怖游戏，叫做《你好邻居》。那款游戏无论是解谜方式啊、画风啊，都还是很不错。那最近呢，出了这么一款游戏，叫做《坟墓高中》，可以说就是《你好邻居》的学校版。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邻居家的小孩，而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那个恐怖邻居本来是在家里面干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在这个学校里呢，他变成了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具体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要玩了游戏才知道了。但是根据我看这个游戏的宣传片介绍呢，是一款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在你每次被抓住之后呢，连地图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解谜上呢，可能也挺复杂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游戏吧。We knew the school was a special place. We knew that trying to get inside was a risk. But children have gone missing. Not just our friends. Many more. And the adults? They're hiding something.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We have to save them. What's wrong? Answer me! For God's sake, he's after you!Run, run! 就是这些同学都失踪了啊。Hey, are you there? I mean, do you copy? Over. 我现在是来到了学校里面，我去救这些同学。Phew, are you okay? I thought Mr. Heights caught you. Come on, let's get out of here. 海德先生在抓我们。这是在教室里面吧？这个教室门都被封上了呀，问题是。从哪儿出去呢？可以拿箱子。哦，这上面有一条路，可以跳上来吗？可以直接跳上来。我以为要把箱子垫在这儿。这边这个通风管道。哦，那个老师在下面，他在那边写字，没有注意到我吧？为什么是紫色的灯光啊？这个老师是迅猛龙。这边倒是可以走，是走这下面吗？应该是从这个通风管道先过来。这一张报纸。哦。拿上这把钥匙。我们要去救朋友，这把钥匙应该是打开这扇门的。Did you see any of our friends? They must be around here somewhere. 没看到朋友啊，就我一个人。这是什么地方啊？从这边跳过去。这边也要跳吗？这边也要跳过来。Are you in the basement? Please be careful. Hyde is nearby. Don't let him catch you. I can't do this alone. 海德就在附近，这个里面好像可以打开。School would be dangerous, but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这个门可以打开。这边呢，缺少阀门，阀门在这儿吧。好，阀门找到了，右键转动。This is the last place that any of the adults would look for them. They're here. I'm sure of it. 这边也缺少阀门，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还有个断头台的？这是学校里面吗？缺少阀门，阀门在这个地方啊，是不是要把那个机器给弄坏？我把这个地方堆点东西。哦，给它撞坏了，把阀门安装上去。这几个箱子可以先留着。
海德先生的状态，根据我们这个眼睛有关，这个眼睛是红色的就被发现了，黄色的就是警戒状态。Kim, Logan, Madison. 哦，海德先生在这边，我看到了。他的灯光。我们从这边潜入过来。哦，从这个地方走。他看不到我们，走这个通道里面。他怎么又过来了？我现在该去哪儿啊？我应该是从前面那个口过去。哦，他过去了。我从这个地方过来，没问题。这是什么？这个箱子，好多书。走了，往上爬。这是什么地方？一口井。爬进学校。他们在塔上面。哇，这是学校吗？这学校怎么建成这种的啊？跟比萨斜塔一样。这边是干嘛的？这是电梯的电源，这是电梯的，这是科学教室的，这是灯光的。把灯光的可以拔过来吗？好像是可以。这个电梯的是插不了的。这边是科学教室的，现在是要先进学校。这边肯定打不开。梯子哪里有通风口？从这儿。这确实可以爬上来。这有梯子，这有通风口，需要扳手。我可不可以从这个窗户进去，用我们之前拿到这个箱子来垫一下？好，窗户进不去啊。哎，那个地方在带闪电，可以用这个电把老师给电死吗？灯现在没有了，是不是我们去接通那个灯的开关，然后就不会有闪电，但是呢会这个灯就开了。果然水里面没有电了，灯开了。扳手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从这边来潜入教室。 OK， 扳手拿到了。其实有了这个扳手，直接往老师的头上敲两下，游戏不就结束了吗？是吧？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这边发着紫光，这个灯都是可以拿的。这是什么教室啊？这边是废弃的课桌。这是什么？在晚上我可以听到从废弃的塔里传来奇怪的机械声，是因为海德先生值夜班的，所以我就问他这件事情，他装作没听到我的话就走开了。真是个怪家伙。废弃的塔楼，那不就是学校上面那个塔楼吗？这边，这下面好像还有一条路。这边也有一条路，这下面有一个狗洞可以钻。这是这个开关，这开关是干什么的？这是什么呀？这是物理教室吗？这是一个奖杯，奖杯，我们把盒子扔了，拿个奖杯。这奖杯是用来做什么的？An elevator. We just need to find a way to turn it on. 把电梯打开，电梯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刚才就是看到这个地方有水，这个是可以打开的吧？这是。Here it is. You can turn on the elevator if you power it from here. 从这里打开电源就能供电。这边有个窗户，我们之前见到过的，可不可以把它打碎？哦，完了，这个会发出声音。等一下，我感觉这个老师
他听到了。哦 ，no！ 不会吧？哇，他这么智能的，他的距离比那个邻居强多了呀！完了啊，怎么还锁住了？哦，线被抓住了哦。然后这个地图呢就会随机，我那些东西都不见了。每次这个学校都还会发生变化，那这次的话，我估计还是得从这个通风口进去。好，再次来到教室这边，这次我从这个大门出来。啊，是不是看到我了？这个柜子里面有些照片，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那些朋友啊？这是什么？偷走那些奖杯的小贼，如果你们自首，会从宽发落。这些奖杯是坟墓高中的骄傲，我将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物归原位。他这个提示就是跟奖杯有关。一般来说，这种提示都是跟剧情有关的。这个奖杯难道有什么作用吗？而且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拿，这个奖杯可以拿。这边有一把钥匙，这可以打开正门吧？哦 ，OK， 打开正门了。火灾警报器，哦，这边有一把钥匙在他这个办公室里面，这把钥匙是科学教室的钥匙。科学教室不会是我们刚才被抓的这个房间吧？哦，对，刚才这打不开。So we can power the Tesla coil, but how do we get power from the coil to the elevator? 给这个特斯拉线圈通电。但是怎么样才能去电梯那边？是把这边的线连到电梯上吗？这边有线吗？这边这倒是有一个开关。哦，老师在那边。嗯，那现在我必须要找个方法出去。这个教室的线它是连到外面的，我从这儿出去呢？Oh no！ 完了，他看到我们了，他看到我们了。Oh no！ 躲，哎，快快快，我们出去吧，跑外面来。这老师速度挺快啊，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心痛，把你教室给你打爆。他不会发现我吧？哇，不会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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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远？完了，别，怎么这么远都还能追啊？完了，从这个地方进去藏一下。哎，哦，被抓住了，好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给科学教室通电，这边有个充电器，它这根电线是多出来的，为什么插在那边啊？科学教室，就是这个。给插上去，现在那个上面应该都有电了。然后正门的话，因为我们之前是用钥匙打开过了，它这个会保存你用钥匙开过的门的。这个奖杯，为什么这个篮球在这不停的跳？这个篮球是永动机。我们现在去科学教室那边，这边都没有东西哦。哎，这边这是什么？这里也有一个奖杯，教室这边。哦，这个奖杯我懂了，这个奖杯原来是这么用的，可以直接导电。行。哦，这边有电呢，这个东西可以拔了，我来试试吧。这个还能放远点吗？放到门口来，不行，放到，哎呦，这个地方。差不多了，这里。哦，哥，我完了完了。啊，他被锁在外面了，会不会发现我？他看到我在这放电，完了完了，又发现我了。我放电。
哦，他走了，我居然躲过了这一集，他没发现我。再把这个电引到外面来，这边再来一个。OK， 电梯好了，这边有开关。这下他没发现我们了啊！这老师还是智商不够高。我们坐电梯要到，这什么呀？哟，这又是什么？这是什么？电梯坏了，完了！我出去啊！哦，怎么又往下掉吗？这，好家伙，给我掉到底楼来了吧？这是。搭乘电梯已经完成，现在该去哪儿呢？找到离开地下室的方法。哦，这边有个开关，他直接把这个柜子打开了。这也有一个开关，开门的。This thing looks strange, but strange enough to be useful. Take it. 这是破坏。用这个枪可以打坏墙砖，然后可以充能的，这个用这个充能，就把装置留在这儿吧。那该死的学校附近有一群小鬼头到处打探，不能让他们来这里。如果你在读这个，千万别去碰那个装置，我会把你找出来并解决你。是我在读这个，我为什么不能碰这个装置呢？哦，这可以打破是吧？哦，声音太大了，这是什么？ Ravenwood High was opened in the 1950s by a philanthropist named Michael Douglas. An old military base is kind of a weird place for a school. 这个学校以前是军事基地，怪不得有这些这么奇怪的一些东西，奇怪的一些装置。这个门也可以打破。See, the device came in handy. Gotta wonder how it ended up here. 但是这个声音很大。这边锁住了，可以打破吧。这个老师呢，想办法进入通风口。这个箱子可以移动吧？没想到这个学校里面留了这么多奇珍异宝的高科技。哦，这个木板还会破，把这箱子放到旁边来。好，可以。哦，怎么又破了？哦，又破了，这几个木板专门坑我呢。这里以前是军事基地，直接从旁边走上来就行。Careful with those pots. They'll break if you bump them. 好，我已经离开了，发出声音也不怕。这个通风管道，哦，我从这边走。哟，啥玩意儿？不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游戏吗？怎么还闹鬼？去救朋友，这个需要断线钳。这个呢？这是需要密码，密码在墙上吗？这哪儿有密码呀？这边，这个是什么？开关。哦哦，密码原来在墙上，就两位数字吗？试试吧。不对，三八。哦，这边还有一个洞呢，把这玩意儿给挪一下。好，这什么？三八五。我确信这边应该没有了吧？总共就三个洞，那密码三八五，可以断线前从这边走。哇，怎么会有人把墙修成这种？拿到了两把枪。这个里面，哦，这是可以充能的，把这个也捡一下。哦，这什么玩意儿啊？不是，这学校有脏东西。哟，不是，这是学校吗？这什么 ？Brick， 直接给它打破了。这什么？海德先生的方法非常过时，
他还在用脚镣和体罚，这肯定是违反法律的。我很惊讶，他们还让他教书。海德先生喜欢搞体罚吗？完了，完了，完了，没完！哎，哦，完了！哦 shit！ 怎么发现我的？我这是被带到哪儿了吗？这里一个扳手，那扳手的话，哦，从上面。这边好像是可以过去吗？这边不行。扳手在这个机器上来，把这个打开一下。这有东西。Oh no！ 有一只黑手在这边掏了一下，回手一掏。这边怎么还有？这是监控吗？感觉不能被这个光照到。那个墙上面好像有东西。哦，不是。哦，不能被照到，会发出声音。完了，我感觉马上他会过来。这边锁了。这边呢？完了，哎，他在那边。不要紧，我们从这边跑。武器，武器，武器。Just be careful. Hyde has cameras everywhere. 这是什么？ It looks like there's a cable running from the map display all the way to that door. Maybe it works. 这一把钥匙。You can use the stairs to get to the tower. 等下，我们先躲开。好，没看到。这个是地图，我们可以放这边来。我们要找三块地图，这块地图先放这儿。这老诗人呢？看样子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找两块地图。这边这个墙，这个墙是可以打破的。两块地，哇，这怎么飞过来的？这什么 bug 呀？这边，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哦，有一条路。这个是什么啊？学校怎么会修这种地方？先过来这边看一下吧。哎，这边这玩意儿挡住了，这边在通电。这倒是有一个可以补充能量，有一把钥匙，英语教室的钥匙。You can turn off the security cameras here. 哦，这边监控摄像头可以关掉，那就看不到我们了。这边有报纸。Hey, do you remember that video that was passed around? The one where items were flying around in a classroom, like they were being controlled by some sort of supernatural force. I'm starting to think it wasn't staged. 什么超自然力量？这学校还有超自然力量啊！这面墙，打破它。哦，这边是转动的。等一下，从这边可以走。这里有一张地图，开关按一下。哇，这有一个开关，不知道干嘛的。这边有一个阀门。哎呦，啥玩意儿？把阀门带上。阀门。哦，阀门果然可以安装到这边来。地图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二块了。哎呦，这玩意儿是啥？ Connection is really bad. 这什么呀？这墙上有史莱姆，但是是黑色的。哇，这边有鬼，这边有个灯，我刚刚把灯扔了，现在正好拿一个。刚才这个房间里面有东西。哦，原来是有鬼，我还以为是有别的呢。哎呦，怎么这儿还有小孩啊？继续往前走看看。哦，原来是闹鬼，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别的不干净的东西。
闹鬼就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你心中有鬼，他就有鬼；你心中无鬼，他就无鬼。你看这墙上好恶心，感觉像长出来的鼻涕一样。这个老师他可能是把自己的鼻涕做成了这种史莱姆，就非常的恶心。哦，这边这个东西可以拖。这里面是什么呀？焚烧炉？难道是火化的吗？哦，不会吧！哎，我在这个地方，老师都能抓到我。好了，我又来到这个房间了。刚才的第二块拼图就在这个地方。他这个监狱这边闹鬼啊，非常奇怪啊！为什么这些地方会闹鬼呢？因为这明明是学校嘛，这很科学嘛，怎么会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你看到处都是群魔乱舞的。哦，刚才是因为我们踩到鸭子发出声音，那这次的话，哦，我们应该是把这个矿车直接给它推过来，把矿车推到这个位置，再过来点，快。哦，老师来了吗？哦，他发现我了，他还扔东西。这有报纸。好吧，这边好像可以上去，把这些箱子先扔了吧。这有一个矿车。哦，这矿车可以移动，要把这个开关打开。这边有一条路，这是他们从学校外面进来的路。我可不可以从这儿跑啊？哦，我可以从这儿跑了。哎，我不管。哎，好吧，我也离开不了这个地方。现在该怎么回去呢？我直接把窗户打碎不就行了？老师他看到我了，他应该是从这边来。他会出来吗？他看到我了，但是他没从窗户出来，他应该是从正门这边出来。行吧，那我从窗户这边走就行。然后，哎，我的地图呢？哎，我地图呢？这游戏出 bug 了吗？地图怎么不见了呀？难道掉在路上了？把这些箱子先扔了吧。这个我稍微重开了一下，那个地图还得重新拿。哎，这是第三片地图，怎么不见了？飞了？好吧，我重新开了一下，可能刚才我把地图弄丢了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地图我回来了，这个安装到哪儿？安装到这个吗？好，哇，跑不掉了。但是只要地图安装上了，它就会保存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还是比较好的。行吧，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找到了两个地图了，还差最后一个地图。哎，果然已经保存到这边了。好，第三块地图已经找到了，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直接去拿的话，它会飞走的。我们用这个东西砸一下。好，把这个东西拿上。现在就是找到了第三块地图，回到地图那边就行了。真的别说，这一路回来还挺坎坷的。好，终于过来了。这边给它安装上就可以了吗？哦，这边这扇门打开了。哎，这是老师吗？他怎么从电视里面钻出来的？哦，不是吧？哇，怎么还要从这边走啊？啊，这个地图。好，我来了。他从电视里面钻出来，然后这边需要一个阀门，阀门在这边呢。等一下，安装，然后
转一下。Oh no！ 快快快快快快快 ！No！ 先躲一下他，然后我们再转阀门。我来了，钻出来了。Oh no！ 先躲一下吧，躲在这个地方，躲在这儿。他在黑板上面讲课。好，我偷偷的开门，他来了。我钻，好，门没办法锁住。哦，这被抓住了。哦，哦，加载成功，我直接过来了。哦，他没抓到我，把他刷新刷没了，开心呐！这又是到了一个新的教室。Hyde has the key to the door.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teal it from him. 我必须从他身上偷钥匙。不是你在逗我吗？我刚刚才从他那边逃走，你又让我去偷他身上的钥匙。越来越离谱了，你这个任务。这个门可以打开啊。这边怎么打不开？哦。我们要偷他的钥匙才能打开。钥匙我看见了，在他那个腰上。这怎么拿呀？趁他休息吗？完了。哦，这我还偷他钥匙，他比我警觉多了。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就是我们手上这把枪是可以给他造成伤害的，造成一定的硬直时间。等一下啊，可不可以？哦，拿走。好，硬直了。直接给他两枪不就行了，还偷什么呀？我直接正大光明的抢。这边。It looks like we need to find the rest of the items and place them on the pedestals. I don't know, how I know that. Sixth sense, I guess. 哦，我们要找一些奖杯，放在这种基座上面找奖杯。这边这个篮球是不是奖杯？不是。完了，他来了。给你一枪。这个门，这个东西也拿不了啊。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边呢。这个地方。哦，这什么？心脏。他好像还在往这边追。Oh no！ Okay, so you'll need to find the items in the music and drawing rooms, as well as the library. 完了，把我抓住了，又重新开始了这个地方。看一下吧，要找三个奖杯，调色盘，反正就这么几个东西。完了，又被发现了。这是这边呢，打不开。这个呢，也打不开。还有哪儿？这个呢，也打不开。那这边就不走了，这边可以走吗？嗯，这边，哇，好多鸭子啊！完了，声音太大了。这边，这有个教室。完了，这个比你好邻居那边的那个邻居强多了呀！那个邻居追个几米就不追了。这个老师可太牛逼了，音乐教室这边。这里有个保险柜，锁住了。保险柜里面肯定有东西。这边，这里又有一扇门。哦，这是回到走廊。这个呢，这边也锁住了。老师来了。Okay, so you'll need to find the items in the music and drawing rooms, as well as the library. From here, you'll have to place them on the correct. 音乐绘画教室和图书馆，这边就是音乐教室。我已经看到保险柜了，钥匙在哪儿？钥匙不会在那上面吧？这里有一束光线打到那个上面的，就是这里有一束光线直接照到上面。这里有一架钢琴，这钢琴。可以弹。Did you see that? Something just came out of the wall. 哦，那个墙上的弹出来了。
这是什么机关呢？墙壁上的板子都弹出来了。哦，可以顺着这个上去。这样呢？这个不对。这样呢？一个拉。这个差不多了。从这边上来。老师听到声音了吧？好，从这边过来。还差点距离，怎么办？从这边跳 ，OK。我居然可以上来，这把钥匙，音乐教室的保险柜钥匙，哇哦！完了，老师来了，他看见我了，这都能看见，哇，这扔的什么？还不走吗？哎，哇，他这个毒药这么远都能扔到我吗？但是钥匙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里面钥匙拿到之后就会自动保存到你身上。快直接打开保险柜。这什么音乐的这么一个奖杯。Oh no， 我们这一仗打的是一个快准狠啊，不跟他玩绕的。本来是个潜入类游戏，我现在完成了一个抢劫类游戏，直接把奖杯抢了，放在这边，是这个位置吧。OK， 好，现在我们成功找回了一个奖杯。哦，这边有，这边有地方，这有钥匙。等一下，哎呀，我想把那个钥匙拿到的，差一点点又回来了。刚才那个钥匙没了，因为它这个地图是随机刷新的，所以说刚才没拿到那个钥匙，这下地图上就没有了。这边，哎，怎么这儿还有路啊？刚才那个房间没了，但是这边多了一个这种地下通道。那这边也可以打开，这倒是有报纸。这个下面，这些东西可能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因为这个学校是军事基地嘛，不是说了吗？所以有这种武器也是挺正常的。这怎么上去呢？这上面还有一面墙。好，这面墙炸了，这倒是有一根绳子，从这个地方可以爬上去。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谁？这边打不开呀，问题是。哦，这老师在这儿，完了完了，这个墙还在这抽动。这，我走吧，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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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了。那今天就玩到这里吧，这个游戏玩多了，我的头都给玩晕了，真的是那种眩晕感。一共要找三个奖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剩下的还有一个调色奖杯，还有一个书奖杯好像是。如果大家觉得这款游戏还不错，可以帮我点点赞支持一下，我会尽快更新的。好，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拜拜。